打个剑姬吧。看看他带没带骸骨啊？带骸骨，先把他骸骨打了。我们的这个弱点在这屁股后边，只要我们平 A， 他永远打不着，知道吧？来，往左边卡他，死了这。这家伙这是谁？先平 A 他一下，再 A， 撅个 W。哎，这波应该学 Q 的，我后悔了。这弱点刷屁股后的他，他难受死了。E 他，这人弱点刷的不好，都没刷脑袋前面过，一直就往屁股后头刷。来人了，插个眼的，看看什么打野啊？蛤蚱打野，蛤蚱，装甲猴。哎，老弟，致命点点炎呀！这蛤蚱指定不能走啊！这咋办呢？这闪现罚站，给我罚站了。中午饭有着落了，兄弟们。开饭了，开饭了。但也有可能是 bug， 他这个 bug 挺多的，现在 bug 比较多。推了吧，不推又能干嘛呢？真的是，先打他一个骸骨。这个扣应该扣不到，我就不浪费这个距离了，插个眼的。哎呀，太短了，前期二级扣。短之又短呢，真短！干嘛？别急啊，等他放扣，或者把这亚索杀了。这亚索有皮还不好杀呀，这。我打不过他呀，这波怎么办呢？先 Q 他一下 ，A 一下，我也打不赢他呀！这不过还行吧，不算太亏。他有技能，我没技能，我们打不过他。我的血量也没他多，我只能靠我们的这个移动速度，看能不能给他拉开。没拉开就算了，死死吧。有妖气，小伙子升五了，干啥呢？还打呀？这剑姬这扣怎么就？这 W 怎么就躲不掉呢？这剑姬这 W， 因为什么躲不掉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
哎呦！走回家。我还就不回家了呢，先打的骸骨，你这么跟我玩啊，兄弟？他没有 W 了啊，我们可以把他杀了，让他往前走一点，再往前走一点他就死。好，可以打了。一出 R 转起来，九头蛇 W 一手 Q 二段 R。哎，再吃两层。这小子已经基本上是已经是玩不了了。我说没开自动攻击呀，我开了呀，这么不得劲儿呢？不得劲儿。呀，为啥没开麦呀？这干嘛呀？这呀，有点意思啊！我抠死你！我说、啊、这剑尖啊，一秒四破，有点厉害呀。其实我也会，不就是 A E 闪接 Q 九头蛇吗？谁不会呢？真是。嗯？干嘛，小伙子？很简单的，其实不复杂，你知道吧？看着挺帅的，就是看着是非常的快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迅速，但是其实你要是知道的这个原理吧，其实很好办到的。这回我们就可以放 W 的了。听说你一秒四破，我靠墙，不好意思。
把一些塔拿了吧，我们家下路比较劣势啊，早点把塔拆了，可以帮帮队友。他如果还要跟我打，那我们就在二塔把他杀了啊。直接一 QR 九头蛇，烫死！杀完以后把二塔拆了。这回咋不上了呢？踹完不上了呢？有蓝没？没有蓝，算了。耶！去中路找找这亚索。这样吧，亚索死了，我帮你吃四层塔皮，兄弟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度过几场。让杰站在左边，我们站在右边，这样哈着过来踢的时候，一样还是踢到了我。怎么回事？他刚才搁上路不应该从左边出来吗？怎么从右边出来了呢？防御塔渡层即将崩溃。就那个一个单个的那个。我觉得剑姬的大招不应该做成回血的，有点太强了，应该没有回血。凭什么一个战士带奶妈的技能？凭什么？而且这个英雄老被加强，这我觉得都挺强的了。本来九头蛇不能触发，不能触发弱点破弱点的，后来九头蛇也能触发破弱点。哎呦，真的，这英雄本来的上限就高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就杀你这日女，你有脾气吗？那既然你们俩都交闪了，我交不过你说。哎，算了，交了得了，不交也杀不了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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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急啊，这波没打不了。咦，老板剑姬不太行，老板剑姬稍微有点弱了，这大招还行。把老板剑姬的扣改成现在的扣就狠了。其他不动，把扣改了。
来个九头蛇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老板剑尖技能是啥？我跟你说一说啊，你可能不知道。Q 技能，向前突进，那个是一个指向性技能。哎呀，就是指谁点打谁呢，就像猴的这个意思的。向前突进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在多少秒之内再次释放一个 Q， 可以突两段。W 技能。附加额外的攻击力，啊，被动是给你加额外攻击力，然后主动技能是开启这个技能，会格挡一次普通攻击，并且反弹魔法伤害。E 技能，啊 ，E 技能平 A 可以增加移动速度，还好像还加攻击速度，我也忘了。攻击应该是加移动速度跟攻击速度啊，杀人可以刷新技能，杀人或者是助攻可以刷新这个技能。来来来来来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这波三杀我拿啦，小伙子们 ，Hello， 一只迷 ，Hello， 一只迷，日女儿啊，剑姬咱不杀了，日女儿值钱点。看来你是想光荣的死去，小伙子。干哈呢？想闪现？王大山，他送我钱，我们慢点杀他，他就一直给我们送钱，一直放眼儿，折磨他。然后剑尖的被动技能应该是回血。好像是啊 A 一下可以叠被动，就跟这猴的被动似的，然后增加被动回复效果，可以增加回血效果。往哪跑？老哈子踹我，那没办法，抽一下，再扣一下 ，EAW 溜回来，平 A 九头蛇点燃，接一个扣，我上了，好意，拉扯他一走，再扣，嗯，亚索上头了，你干哈呢？宁是不是感觉我杀不了你？把塔拔居然会给我控死了，这 ADC 伤害挺高啊。这 ADC 伤害这么高怎么办？我打死他，漂亮。不太漂亮啊，这 ADC 有点猛啊。不行，我这皮还得换了。我得把它换成水银海，他们家的日女控制太多了，太足了。哎呦啊！哎呀！这都能溢出去？我本以为他会撞墙，然后跟我干瞪眼，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出去了。
我都准备好跟他干瞪眼的这种感觉了，他居然出去了。哎呦，跑的真快呀。走，我们打打一波一v五，只要把他们家 ADC 杀了就行。我能吸回来，哎，你吹波扣了，这酒桶挺厉害的，这酒桶老用火箭腰带，老用火箭腰带骗他那个 W 呢。不行，这 ADC 点我还是有点疼。好，哎呦，闪走，别急，这波可以一打五了。 W 一手 AQEA 往上来，别怕别怕别怕，我有吸血，我们有吸血。这日女怎么死的？拜拜，哼，拜拜，这实在是没蓝了，我要上我就陪你一块死了，拉倒吧。你这有点嚣张了。来一个手套的，再来个小吸血，哎，能直接出破败不？破败3300，我们差60块钱。好，打点钱啊。上路需要有人守一波呀，我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酒桶有点无敌了。你们这让我很尴尬呀！突然之间我变成了局外人，这有点让我尴尬了啊。这不行，中路复活，我们推中。哎呦，好大，分底没大就全死了，没红啊，谁身上有红啊？哎呀，往后窜，兄弟！哎呦我操，这亚索死的是有点快啊，干哈呢？秀啊，开了吧。都挺秀的，我发现我们家真的都挺秀的。扣一下，抽奖机器老板可能要抽个奖，给老板来个2500块现金红包啊！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